被什么什么什么削弱了很多，然后又突然觉得 AD 也在玩太刀， AD 玩就不想玩了，我不想跟 AD 一样。我走对吧？又要吃药了，吃不完的药。毁人分成啊！我忘记带那个了，忘记带那个全熟肉了。算了算了，硬上。哦，掉针而已哦。哦，那就是你的问题啦。哦，要被打了。怎么跑掉了？呜！我好像忘记装那个嘞，毒耐性呜！倒！他不要翻我哦，不要翻我哦，我要猫车咯。哦，吓我一跳。先喝一个大的好了。啊，完了完了，我又忘记那个了。啊，浪费。浪费他倒下来的时间了。就说我还没练好嘛。只我一刀，抓得刚刚好。犯规，倒崩啊！算了。我刚刚不是已经为什么没有换啊？奇怪。哦，因为我收起来。啊，要绕跑了。嗨，某某口，他说虽然我留下来，但是如果是打漂亮泡芙蓉，我就会暂时回去。哦，不会，有你在我就不会打泡芙蓉，你放心。我怎么可以欺负你最喜欢的泡芙蓉呢？我忘记先磨刀嘞。没磨到，算了。哇，白白吃毒。哇，亏。他是不是要倒了？他是不是要倒了？在哪？在哪？在哪？要猫了！要猫了！好可怕、啊！奇怪，我之前站这都不会被打、啊。我再补一下好了，有点危险。为什么？烦我最近很常这样就都没看好。我的血怎么扣那么多啊？
来来来，下来下来下来。哎、欸、靠，怎么又到中间反呢？哎、欸，没打到！哎哎哎哎哎哎！刚刚怎么突然撞起来？哎、欸，哼！打你！Nice！快走！再走，再走，再一个！哇，我的锐利度越来越不行了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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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痛！哎、欸，好痛哦、喔，好痛哦、喔！爆！啊，要跑了，算了，刚好可以磨刀。哎、欸，我看人家霞龙才打六分钟，哎，我都已经打了六分钟了。OK。再一个好了啊！我不是要用这个，算太紧张就会一直乱按。OK， 谁啊？谁给我乱放那个？烦欸，他又站在中间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没有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！哎、欸，没打到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哦，烦哎、欸，我的招放的好慢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怎么没喝？哦，原来撒粉比较快、欸。啊好痛。もう大丈夫だからね。まだいけるよ。我觉得哎、欸。哦。每次都抓不准，烦欸。看到的时候都来不及了。哇哇哇！我要死了！回復させたよ。哎哎哎！呜、欸，好可怕！哇，时间都浪费在逃跑了。我、啊、靠！
偷龙，哎、欸，有人来，有人来凑热闹嘞！再一下，再一下，再一下，让我撞一个，让我撞一个！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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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一定要靠超龙才可以那个啊！咬一个，吧！哇，315不错，他的攻击220可以啊！再来一下，再来一下 ，nice！ 再一个，哦、oh, ，nice！ 虚弱吧，宝贝！等一下，哦，看来没那么简单。飞起来！站后面，哎，一定要站中间吗？哇！又飞！靠，我是打十分钟了。嗯，这局打得不漂亮。哦，太好了，又有小帮手。好。喷火 ，yes。再喷火 ，yes， 赞！哟，虚弱了，再喷一个，呜呼 ，nice， 虚弱虚弱，打爆你！可以，还可，哦，不要烧，哦，吓死我！哦 ，yes， 哎、欸，我原来他只差一下而已，怎么样？这样可以吧 ，AD？ 何真问我磨练好玩吗？哎，我觉得非常好玩啦，虽然说我一开始，哎、欸，等一下我要先挖他。虽然一开始我起初是非常不看好这个游戏，我觉得这游戏到底在干嘛？不就是这样一直打吗？超级无聊的。但那个是只仅算是仅限我在玩体验版的时候，然后结果之后噗噗就玩嘛，然后 Rita 他们玩就推荐我这样。那我玩了之后，玩一玩之后，然后发现说，其实它真的还蛮好玩的，就是。它有很多地方是你可能要搞清楚之后你再玩，你就会觉得它很好玩。就是我今天有上一支新的影片，你可以去看一下，那个就是给还没有玩的人，我觉得可以，或是打算买，或是已经入手的人，我觉得还蛮适合看。就是，我觉得像我一开始就是搞不太清楚状况，所以你会觉得这游戏很难玩。但是你搞清楚之后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其实它还蛮有趣的、欸。何真问 AD 怎么了 ？AD 就不好啊 ，AD 没有怎么了，他就是不好 ，AD 不是好的。哦，打完霞龙了。